妈，小明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听你喊的呢。你说这这下午我就下班了。哎，快去去去去，走走走，回去。我不回去了，失忆了。你说我就行了。你这上去休息休息啊。我不去了，我那个回家还有点事。那要不然妈我送你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快上去。你还用着这大老远送这些东西？行，妈你慢点啊。好。鸡蛋什么的，还有些西红柿什么东西。哎，你带个水果吧。不用，你看些什么东西这是？你还厨房去？坐在这儿干啥？鸡蛋。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哎，富贵。听说你妈因为你公司破产把房子卖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妈把房子给卖了？是啊，她还没到你家吗？那你赶紧出去找找吧，她带了那么多钱，可不安全。行行行，我知道，好，你别挂啊。咋了？房子卖了啥？咱妈为了咱把房子给卖了。咱妈其实刚刚来了一趟，我以为她，我不知道她把房子卖了，我就。王一芬啊，我妈要出点什么事，我打起身了，还不快出去找？对对，赶紧去找，快！我去换个鞋，快起来！走吧，妈，咱回家。我们俩一定好好孝顺你。